今天端午节，奶奶给我们包了粽子，也不忘给小西准备些肉粽，把三小只激动坏了，一直围在厨房不肯出去，闻着味道就老香了，嗷嗷嗷，还想快点吃。熟练的倒车技术，准备开吃。这些肉粽里有牛肉、兔肉、西兰花，还额外加了虾子，再裹上粽子叶，味道更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边剥边吃，剩下四个粽子，再配上蔬果，小西已经等不及了，开始认真干饭。